主席、各位同仁，大家好。本院委员王玉敏、陈振湘等22人，有鉴于目前行踪不明之外籍劳工人数高达3.7万人，对国内治安及本国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均造成冲击，为有效查获行踪不明外劳，建请劳委会会同移民署加强外劳逃逸初期之查缉工作，善用电信、网络通讯定位科技，以提升查缉成效。并近来外籍劳工到职不到数日及逃逸之情势与日俱增，其后恐有非法人力中介集团接应。对此，劳委会应会同移民署研拟积极方案，对已寻获外劳所透露资讯巡线追查，以提高非法人力中介集团之破获率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本院委员王玉敏、陈振。